今天阿杜俺俩要去地里收割芝麻了，这是今年的最后一块秋收庄稼。哎，这个不是多的呀？是不是没有的呀？有呀，我今个新加20块钱的。上车吧。啊。爷，嗨。对呀。啊？这是不是柿子呀？对呀，你想吃不？想吃我给你摘上去。好。7月核桃，8月梨，9月柿子黄橙皮，这还不太熟呢。咱回家给它做成蓝柿吗？得是的，放水里泡几天都能吃了啊。走吧，这都够了。中，走，割芝麻去。行。俺们今年种这庄稼都挺贵的，罗氏让着都卖4块一斤了，叶儿搁那4.5，俺都卖了1400多。芝麻今年也可贵呀、啊，10块一斤。哦，咱这块地最起码卖2000块钱。是的。其实现在只要肯干，我发现搁家种地也有不少收入。是呀，所以说到明年我准备种20亩或者30亩。行啊，反正你也不想出去了，我也支持你。中啊，那我都好好干，过几年咱再生个大胖小子。滚吧，就这啥都忙活不过来了。过几年咱姨都大了，都不用咋管了。到时候再说吧。到时候你还会生不？赶紧干活吧。俺妮要说也算听话，这他哥他姐都上学去了，也没人领他，他自己搁到这儿玩着也不闹人。姨姨，你要饿了，这还有饼干还有茶啊。那妈妈都去干活了。这芝麻有点熟果的呀，割的时候还得先磕磕，还麻烦呢。不过这颜色看着不赖呀，怪鲜亮的，能卖个好价钱。俺妈他们也没种，等两天我回娘家里拿去点。中啊，这快8月15了，到时候你弄个2-3斤，叫他们蒸月饼吃。多拿点吧，再叫他们挤点香油。中啊中啊，多拿点。李佳，我想跟你商量个比较重要的事。啥事儿呀？等收完庄稼，咱盖2间房间呗。你看恩泽、瑶瑶他俩也越来越大了，咱再住一个屋。真是有很多不方便呀，是不是？你想咋盖了？我想给咱这院墙也垒起来，然后弄两个香烟的房间，一个叫恩泽、瑶瑶他俩住，一个当上洗澡间。其实我早都想跟你说这个事儿了，过段时间都冬天了，咱们有个香烟的洗澡间真是不容易。是呀，所以我就想等收完庄稼了，咱也不迷日，叫恁妹夫来给咱帮两天嘛，刚好他也会刷墙嘛，是不是？我咋给人家说这个事儿呀？本来俺爸身体不好住，都是人家跑前忙后的，这咱盖房子再让他帮忙，我是不好意思张着嘴。这种公家恁贵，我也是想省点钱呀。到时候咱觅个2-3人，咱俩一块干，应该也使不了几天。中啊，我算算大概得花个10000多块钱。中啊，这样咱也有个香烟的家不？嗯，到时候这钱我来拿。刚好前段时间我卖西瓜的钱，还有这两天秋收的钱都够了。你不买二手小货车了？到时候你拿出来这呗。中，只要这钱花到正地这，咱都花。行，那我都去装车了啊。嗯。爷爷，回来吧，别往那跑了。哼，一会儿你再丢喽，赶紧回来吧。鞋也不穿。爷爷。再给你生个弟弟吧，中不中？不要，要。你给你妈说说，你要再给我生个弟弟吧。你说不。咋不呀？你说要姨姨。再一个弟弟都能给你玩了，知道不？你赶紧干活吧，他恁小找啥？李佳，咱这今儿还弄不完呢吧？那弄不完，明儿再来。中啊。对了，玉露刚才说他去接恩泽他们呢。中啊。他知道咱俩今儿个上地了，还特意去给恩泽他们结婚。妈妈，哎，这装不上了呀，拿敲了面了再割了。中啊，你先给雨伞里那芝麻倒倒，咱回去。中啊，天就黑了。是的，这太阳都落山了。俺来时候是坐着拖拉机，这会儿芝麻又装满了，也坐不上了，我只能抱着姨走着回去了。你先回去吧，做点老面条吃啊。中啊，姐妹们，
今个俺的视频都到这了，咱还是明天再见。